方，你去结缘的地方，那个地方的以前是战争的场所，是监狱的场所，是医院的场所，是被人家杀死的场所，那些灵都还在啊。然后因为你设计新的住在那，你以为就很好吗？外观来讲，他们灵还在啊。没得离身超生，就当然就报复报仇啦。有一个真实故事啊，美国的一个枪商啊，枪支制造者啊，他就是做生意赚钱嘛。可是他做生意赚钱的枪支，人家拿去杀人啊，那些灵来讨报，不是只有杀他的人，会追着根源上去啊。是谁制造这个枪，让那个人买到或拿到来杀死我们？就一起讨报啊，不会只有一个人一关一口啊。结果那个制造枪伤的赚很多钱的，他只有一个女儿，女儿就死掉，被报仇死掉了。接着是他本身啊，也死掉了。那他经常做梦都梦到这些来讨的冤鬼啊，也无人可以帮啊。所以他告诉他老婆啊，所以他连他都死掉，都意外死掉，他老婆就怕了嘛，就赶紧把那里的一切产业全部结束，搬到加州来，搬到圣何塞这边来，买了一块大地啊，每天啊敲敲打打，不晓得住多久，每天睡不同的房间，让那些鬼找不到他固定睡在哪里。听好了，你们固定睡的地方，自然就会有来找，熟悉你睡哪里的嘛。所以他每天睡不同房间，365天，每天都睡不同房间。然后他死掉了，死掉以后那个房子就捐给国家了嘛。万圣节的时候或平常，你们都可以去参观啊，真人实事啊。你由这个故事就可以启发嘛，多可怕！那你认为我们的祖先没有杀过人吗？没有做什么坏事吗？你没有听过父债子还吗？找不到你父亲讨债，就讨你儿女啊！这些都要了解啊，不是说我们在胡掰的啊，不然谁来还这个债？那我们不知道啊，这是无形的灵，看不到听不到啊见不到啊。